迎大家来到探索东海岸推你个好东东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荣嘉。这一个节目呢，会在五分钟里面分享东海岸八个观光圈的食住游购行，然后我们呢节目也会有专属限定优惠，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今天第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，让我们欢迎来自花莲基旗帕蒂拉的小马跟李信，欢迎你们。今天从花莲海边来，是，然后要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行程呢？我们主要有推荐的行程有第一个叫做采集到餐桌，它只有半天而已，然后第二个行程是海味置业，然后还有第三个行程是关于溯溪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我在很热的太阳，不想要去就是晒得这样很黑的话，你会推荐给我什么行程？这个的话可能比较适合海味之烟，因为我们烟草是会带你去摘，可是摘的地方树林里面会比较有遮阴，然后呢摘完之后再带回来，然后再进行卷烟的动作。所以就是我可以自己做烟，然后这样对，可以在海边真的做起来，所以这可能要18岁以上才能参加。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，我们会自己做一个烟斗，那自己去捡烟草放在那个烟斗里面，然后就可以抽。那关于吃的部分呢？吃的话叫采集到餐桌，那我们会请当地的姨娜，姨娜的意思就是阿美族的阿姨呀、啊，对。然后他们会带你去山上采集那些野菜类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吃了野菜之后，我可以在姨娜的旁边就，哎，姨娜这可以吃吗？然后就。当然没，就是带回来煮，你可以去学。那我听说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可以在瀑布里面纳凉。对，它是一个溯溪的活动，然后先走进去之后，然后会有可以游泳的地方，然后跟看到瀑布。所以他会穿着溯溪鞋，会，也会，我脚不会很痛这样。不会，会走得很穿。哦，但是爬就是进去的时候会有上上下下那种，会一直上。回来再一直下哦，所以它是山壁，然后走上去之后，它会有很瀑布很清凉。是，那买呢？买呢？买我要去那边买什么？买的话就在这边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上面有哈提亚的这个 logo。对，它是月桃胡椒。什么叫做月桃胡椒？月桃它就是在部落里面会有的植物，所以它是磨成粉。是，它有什么味道吗？嗯，就香香是香气，它适合在烤肉的时候最后加，或者是烤肉之前做一个腌制。所以大家可以用它来代替我们原来用的胡椒，然后它会有一个月桃的香味。其实我现在在这边还闻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，它是刺葱盐。哦，好香哦！天哪，这个香气是带点柠檬的那种味道。那它通常会用来，也跟胡椒差不多用途，但是他们更多会放在汤里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汤舀出来，然后撒一点在上面提味，比较层次。哦，所以这个天然香料呢，也是哈提亚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台湾食材。麻烦大家在上线的时候把影片截图我们的框，然后就可以拿到他们9折优惠哦。我觉得真的划算又便宜，非常划算，非常划算，真的。你看他们说你们都没有在给其他人便宜，对不对？只有我们，对不对？为了节目，为了贵节目，没错。接下来，那我想问问看，要怎么样找到哈提拉？可以上 FB 上面的哈提拉，然后在基旗生活不只是这样哦。因为你们可以带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在那里的生活方式。是的，这标下的真好，基旗生活不只是这样。是。那听说好像还有一些活动。对，我们在8月16号的时候会在。在基旗好乐城我们这个民宿里面办一场叫做 Ma Blongita， 意思是阿美族语的我们在一起，然后是一个音乐市集活动。哦，所以就是那一天呢，我们就可以手牵着手，手牵着手，然后在那边可以一起，一起参与你们的市集活动。是的，然后有音乐分享，也有好的美食可以听。是的。8月几号？16号星期三、大家一定要在这个日期来。那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日期刚好能够安排时间也没有关系，你就直接在网络社群上面寻找哈提拉，他们会有很多精彩的照片、精彩的行程跟大家分享。记得每隔周三要上网搜寻 YouTube 探索东海岸，然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因为我们会把东海岸最美丽的食住游购行放在推你个好东东节目里，请你记得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玩遍东海岸哦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